这六项是啥？财色名食睡。财色名食睡五项而已咧。五项而已，哪有个六项？贪嗔痴慢疑邪见。什么财色名食睡啊？财色名食睡这五项而已咧，安尼。贪嗔痴慢疑邪见六项来给咱印刊印，咱这个无明造出来啊，从个物件大、济、水，来给咱印卖，咱歹的都不爱，少的都不爱，大的都细的都不爱。所以变作无公平，无公平去，所以叫无无明啦，那譬如安尼跟你讲，我迄阵啊想无想到啦，咱都自古以来，中国有文化到即卖已经5000年啊，若食饭食糜嘛好，实在讲的是，已经几啊万年啦，对三皇五帝啊开始啦，神农遐都饭通好食咯啦。迄阵啊，伊发明的饭，就是用米来水，才用火来烘到块饭熟。咱就迄阵啊食，毋过迄个中间。即嘛嘛是有人伫经变化，我那食饭食了胃咯，我要来换食炒饭哦，我要来食糜咯。呢，咱即嘛若搁再煮饭出来，毋都无下道理啊。所以无明，无明。咱要修行，就是要修好无这个功无明。修这个无明，修会掉袂？实在讲，也无一个无明通啊来修啦。修到咱无明通啊来提掉用尽啊，无明。这个无明是在地烦恼的中间最头一条。你拿烦恼不要提掉，咱家己迄个自性我，不三时就砍下咧，对事理因果拢总会无明白，免奈得到解脱。未当得到解脱，未当得到解脱，也毋是安尼个尔。乃至无老死，迄个中间吼，乃至迄个中间无明行业性命色六入，这个。拢扔掉，无讲，到最后老死、老死。人生本有生来，就会老，会老老来，就破病，就死。生老病死苦。生老病死，这个生老病死老死，有的是吃真老啦，因为伊靠保养，
靠伫咧，保票，咱坐车，啊，看像火车，啊，你即马要去坐火车，对台中坐一家人，你车票是买甲家人啊，买甲台北，买甲台新竹，啊，你去买无票直接无，啊，你买甲新竹，你都爱过去补啊，爱去补票啊。无去补票，变来当互你，倘好你坐去到遐无？咱补票要用啥？这个退休的补票要用啥来补？要用啥补？唔免啊，一两行啊，都好啊，补票咧，哦，你逐条要甲补啊，啊，唔免逐条补啦。你坐火车咧，甲补火车票就好啊。啊，什么？你参公路局啊，要甲补通联的统一，啊啥啥统一的哟，啊要甲补，啊，啊通联啊，唔免啊。补一项就好，啊！啊来找车长，啊！我要来去个台北咧，啊！我过来补票，啊！若无，较早我较有咧坐，即摆较无咧坐，毋知影，毋知影若无票，若无你若拍个新电话，共坐个通嘛袂使，有伊即摆就甲你检查票。啊！甲你检查，你这边个新订呢？你若无来补票，啊，迄阵啊，佫计划呢。啊，咱即摆要补票，要找甚物人补？找自己补。啊，自己补。你嘛都爱有一个自己的决定啊。啊，学好三法才来知影目的地，咱要去甲达目标，爱都要坐什么车？啊，你唔通讲爱火车，你走较紧啊，一两点钟啊，拢袂去哦，塞车着。无咱呢，咱开的车。开来去坐火车，伊就唔肯啊！哦，所以这个爱目标啊，目标都要到这一个宗旨。谢谢收看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下次同一时间再会。谢谢收看，祝大家法喜充满。下次同一时间再会。